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人人服务社的 Connie， 今天想跟你讲一个童谣，叫做《小蜜蜂》。大家在出去行的时候呢，见不见到在啲花度通常都有一只小小的蜜蜂，它呢会咁样喺啲花嘅中间咧飞嚟飞去嘅喎，佢哋好努力咁样去采花蜜，因为冬天嘅时候咧，佢哋出唔到嚟攞食物啊，所以夏天嘅时候佢哋好努力咁样咧采啲花蜜，到冬天嘅时候就有嘢食啦。而今日咧想同你讲个童谣就系小蜜蜂，这个咧就系蜜蜂啦。小蜜蜂嗡嗡嗡，飞到西飞到东，勤力采蜜好过冬。不如我们再讲一次好不好？小蜜蜂嗡嗡嗡，飞到西飞到东，勤力采蜜好过冬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